我想我们这一个烘焙餐饮及多功能教室呢，真的是我们四支千万哈打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教室。那想这个教室的一个成立啊，主要是希望让学生在一些这个实作上面能够有更丰富、更多元的，还有更新颖的设备可以使用哈，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打造他们一流的一些技术哈。那我想我们本来中台食科系的一个学生跟老师哈，在餐饮这一块就是一直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特色跟发展出来哈，所以我们的学生常常出国比赛得到很多的金牌，但是呢，我们更希望让学生在更多新颖的情况之下，能够学到更好的一个技术。想说啊，在一个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就来把这个举办这个落成揭牌的仪式的话，那希望也带给那个学校一个新气象，然后也带给那个社会大家一个新的一个好的彩头，这样子。我很感谢学校校长及老师给我们这么完善的设备，然后因为我比了各项比赛，让我觉得我的身上的记忆很多，然后很丰富。那这样子在未来可以教同学的时候，或者是学弟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方面的知识可以告诉他们。那这样子可以促进我们学弟妹的之间的，还有同学之间的互动。那一方面也就是可以大家一起进步，然后未来在比赛方面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为金牌迈进，然后为老师争光，为学校也争光。中台食科系在。